老旧房屋动线乱，只能在家门口的水沟上晒衣服，行动不便难出入。专家打造流畅动线，从落地窗就能看到室内，还把旧工作台改装给狗狗住。一层楼竟然有那么多厨房，全部拆掉重建，把梁柱变身收纳柜。住宅改造王，每周六晚间6点不是在26台，未来综合台。